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尸鳖吗？这应该不是尸鳖，蛾子啊，会飞的蛾子啊，还会咬人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鸭口听的鱼儿，小铃铛，打招呼。嘿，小伙伴你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哈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，介绍我们的自然地图是一张趣味小游戏地图，叫做《盗墓笔记之七星鲁王宫》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订阅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开启联机，六个人的房间依旧是没有密码 ，Go。好了，进来了。咱们分别扮演的是那个胖子，还有那个什么吴三省，以及那个什么谁来着？谁？孟有平吧，我记得好像是孟有平。哇，手中武器有这么多，但这些武器都需要看广告的。还有什么万佛庇护？首先把手中枪上膛，往这边走，走。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前面有什么？有那个对话了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灵魂吗？这水里面这个？不知道。这个又是啥？好像是灵魂哎。我他会召唤这个白色的东西。嗯，是的。鲁王墓就在前面了。人面质，这些人面质哦，这个东西是人面质啊。哦，就跟水质一样是吧？我、哦、刚刚那个东西是 SANS 的，这里还有只，小心，走吧，重新点一下，继续往前走，小心这里有机关，哇，别往下跳啊，是不是这些地砖都不能踩，会触发机关的，难道要踩在棺椁上面吗？往棺椁上面踩，继续往这边走。小心点啊，应该处处都是机关。嗯，七星不是指引方向的天象吗？怕不是七口棺材都是假的，天区天旋方向为北斗星。没看到哦，小僵尸放出了一只僵尸。摁按钮，这按钮摁一下应该都会召唤出来一只。嗯，咱们队友呢？还没跟上来吗？牺牲了。天区，摁下天区。哎，又召唤出了一只，小心点。天旋呢？天旋刚刚摁了吧？摁了。这边这个呢？天区天旋为北斗。天区天旋方向为北斗星。嗯，找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这里，哦，这里有个坑。天旋也摁一下，小心一点。这也摁一下，都摁一下。走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摁一下。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是的，没有反应。需要念口诀吗？寻龙分金看残山，一重残是一重关。关门若有九重险，好像没什么反应。啊？咱们队伍中没有一个摸金校尉吗？好像没有。我的天，这里居然可以穿过去的！是的。快走！我、哦、还有吴邪，孟有平是那个什么张起灵。快走！继续往前。小心点啊！嗯，好的。好，重生点设置一下。啊！这什么？哪条开关是对的？哇！小心点！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尸鳖吗？这应该不是尸鳖，蛾子啊，会飞的蛾子啊，还
还会咬人。飞蛾。我不是火，别扑我。应该只有一个开关是对的，小心点。会。这边是不是打开了？看这边。哇，又来了！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！小心，小心！这个呢？没关系，我们人多。我这边也是。我关上了，我关上了。每个开关都拉一下。拉过了。这边。找到对的门了吗？找到了。哪边？我打开的那边是往你那边方向走的旁边。这边，小心人面字。我这个人面字，一下就把咱们队友给咬死了吗？好像是的。走，小心一点哦。前面好像又有机关，这里又有人面字，小心点。会，走，继续。设置个重生点，这好像是要跳过去的。啊！怎么了，哥哥？我掉进岩浆了。小心一点，杀不死我。哎，漂亮，还有十点血。是往我这边，往我这边。嗯。这人面具的血量挺高的。小心一点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被传送到这里来了。传送到哪里了？我在外面山顶上。难道你跑出去了吗？我走着就传送到这里来了。这里还有两个人，终于出来了。好大一棵树，这是九头蛇啥？那里怎么还有两个人？哎，我也是。花小楼跟那个，怎么五六七也在这？是呀。碰一下。碰这个。碰关国吗？好像没反应啊。碰，哇，这什么？啊！木柱起丝了，快激活它！五六七不见了，哇！他又变成了个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想走了，哥哥。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他掉了一个开关。漂亮。这里打开了一条通道，往这边走，这边走。咱们队友呢？不知道。走。这出来了吗？我出来了，应该是的，出来了。走吧，点船，出来了。咱们其他的队友就不管了吗？他们在后面了。好了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